一大副大唐3013防御，什么样的大唐属性在 PK 当中是最有用的？浩文也搞起了自己的科研，给大副号调出了一套防御3013的属性，这样的属性面对三攻队伍应该非常好用吧。二，浩文全队平 AD 听，在昨晚的界会 PK 当中，浩文再一次与夏大虎狭路相逢，面对对面的地听，浩文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直接跟这个地听拼了，场上六个单位都打了这个地听，也许在下一次与夏大虎的对决中就会出现浩文全队所有单位平 AD 听的场面了。三，梧桐打成11红镜台童子，近日梧桐接到了一个改书资源，在这个童子有两本蓝书的情况下，根据老板的要求改了几本，没想到居然直接全红了。四，155无级别男一69.5万卖出，西煞老街的150无级别修罗咒男衣服，在熔炼后防御283点，魔力加了41点，在上架后不久就以69.5万元的价格卖出。五，轮总杯表演赛开战，由轮总赞助和 CC 共同举办的三届绝伦邀请赛将在今晚开始主题表演赛，肖战双方将是鱼岛和西煞老街福战队。